在一个比较差的点，大房外面。我也在大房外面。你在靠近我的这个哪个你的？不是你，你用不用说你？屠夫在哪里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来我这边。还是个厂长啊！侮辱我们呢？说不定是战乙女，是吧？那应该不会吧？心跳，在追人吗？哎，我这个洞怎么回事？哇，这个洞！哇塞，我这个洞见了鬼了！你知道我从哪里打过来的吗？不知道。我从北海道打到了新加坡，是厉害还是不厉害呢？厉害啊！就是那个大房外面有两板，你知道吗？我两板最外面那个口子打进去，直接打到了这个大房里面，怎么打进来的？他是追我了。我用我的意念。走走走走走，他是追我了，他追我了。他追你还追我？追你。哎我操！他追你了，他咋拐过来了嘞？我回你慢慢溜嘛，我回去补我的电机了。哎，这个洞板子也没下，怎么能打进去的？哇，我感觉我找到了一个新世界。妈的，还闪出来！你娃娃在外面是吧？嗯。我拉个大洞。不长记性，我再盖你一下。你的遗产没有亮是不是啊？对，我去补。我都没敢修，我操！你给他带到大房。你修了多少了？不知道，你别来了，你就原地找电机修吧。那，我以为你那还修了好多了。哇，我跑了一段路，因为佣兵来修我的机了，我拉了个大东西，他来补我的机了。我在溜，我的机，我娃马上亮。这货已经怕了，被我砸的。你娃的机马上亮。那我们多修两台啊。哎，我的亮了，娃的。娃的亮了，我的。你来救我，你来救我，他挂地下室。不是，已经压好了，电机压好了。啊。妈的，没弹窗能溜他这么久，知足了。你冲出来哦！我这边就是大房后面还有一个洞啊，你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，感觉没什么机会。能捞下来吗？不知道，估计玄乎。哎，打椅子了。等着过半，等着流血 ，OK。亮了吧？知道，不，亮！哎呦我操，亮不了了，哎呦，完蛋。我虽然没死，但佣兵倒了。佣兵倒就倒嘛，你冲出来，冲出来！那边有个洞。我走不了。月亮门在开。反方向，我靠！佣兵在大房二楼。他跟丢我了。跟丢你了，月亮门开好了。他在哪里？他就在我这儿，我娃卡尔明了。我待会儿给佣兵打个洞。我走洞去。行。别，这强势别闹啊！这强势要去摸着佣兵，我拉个洞给他就好了。哎，你怎么在大房？佣兵也在大房。对，我绕我来了呀，屠夫就在我脸上，我躲了。
啊，他这回找不着我了。哎，我那我让佣兵接个洞，让佣兵接个洞，然后你走佣兵那个洞走。好好好。哎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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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他传过来了，他挂我。你们走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这不传了。他没有，他娃娃放了，人我不知道在哪里、啊。那怕啥？我问你。你有搏命是吧？好好好，捞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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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便都传好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佣兵来了，佣兵来了，走走走走走。你别皮，不要去搞他心态，就这么几个厂长人家去搞人家。他一看薄面人傻了，战衣女，哎，还真是战衣女啊！我就说嘛，说不定就是战衣女。我还盖了他俩板子，怪我太无情。